袁爱飞出场。哇，袁爱飞今天出席邮局活动走秀，一身粉红色小洋装，小露事业线，展露美腿，露出灿烂笑容。之前被拍到跟炭烧店老板约会的他，提到今年情人节怎么过，他态度撇清，应该也是在工作中度过，因为上次我好像生日的时候好像也是在工作吧。对啊，不会，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所以不用过，不用一起过情人节。他不认恋情，但提到情人节礼物，他答案透露玄机，可能就是吃的吧。巧克力？哦，不一定，就是可以吃的东西就好了。一点是林世豪、蔡玉贤采访报道。